下面我们学习第九小节。第九小节有三式动作，分别是一金鸡报晓，二孔雀梳尾，三转身跨虎。下面请看完整示范。本节难点，难点一，游龙攀手完了以后，游龙攀手换手的时候，正手握拍，正手握拍，同时金鸡报晓，左手和左腿同时提膝，左腿提膝，右手抬起，同时右手撩拍，落步撩拍，提膝撩拍。第二个难点，孔雀梳尾。孔雀梳尾前边一个正绕翻，一个正绕翻以后反绕翻小插步，转身一个大的插步。好，下面由同学们来示范一下，来坐好，游龙盘咒，预备，好，金鸡报晓，转身换手，注意换手，一二孔雀梳尾，前面绕翻，转身孔雀梳尾，转身转身跨虎，起。好，下面请同学们跟我做一下空拍练习，走，转身换手，金鸡报晓，一提膝撩拍，再撩提膝，前面绕翻，一撤步绕翻，转身大绕翻插步，孔雀梳尾，转身插白脚扣脚缠头，好跨虎。下面我们学习最后一小节，也就是第十小节。第十小节包括四式动作，第一式动作脚踏五行，第二式太极收官，第三式珠落玉盘，第四式收势。好，下面请看完整示范。本节难点，难点一，脚踏五行的步伐。落脚要走一个圆形，扣脚撩拍，再扣脚摆脚，第五步的时候扣脚转身，这个步伐。第二个难点二，太极收官与太极开山唯一的区别在于，太极收官做了一个前面的一个绕翻，我来做一遍，做了一个绕翻，然后再擦步合手。好，下面由同学们示范一遍。好，开始，起，脚踏五行，多做一圈，撩，对，太极收官，
珠落玉盘，收拾。好，下面请同学们给我做一下最后一小节的空拍练习。走，起，脚踏五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太极收官，一，擦步合手，绕翻，双手绕翻，并步抛球。接抛，好，珠落玉盘，收拾，并步，好，全套分解教学结束。